哎呀，这个东西真好，小巧小巧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依然，在停车场看到一位，也是从成都出来的，都是川 A 的牌照。他们做饭用的这种发热包哈，这个两笼，一笼蒸饭，一笼蒸香肠。对，嗯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，而且也小巧哈。哎，小巧，三个人1.6，1.6升哈。那就是买一个这个锅。对，然后再买发热包，发热包它配的、一起配。这个锅多少钱啊？一起大概130来块钱。哦，这一套130多。对，一套配了几个包啊？哪个不就发热包？不就这个嘛，发热包它配了10个，总10个。对，但是你后面还要自己买吗？后面自己买了，觉得太方便了。这是个好东西。昨天他们那个也小巧，在厂里面那么多人，他们一看到这个，他们这个如果神器嘞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户外神器。哎呀，这个东西真好，小巧小巧的。然后那个发热包的话，一般情况下3块钱一个，然后就是做一顿饭基本上哈。对，如果短途哈，背包出去，也路上弄一点挺好的。对对对，一次一个。啊，一次不是120卡的，还有多少卡的？还有是40卡的，还有90卡的。哦，你这个是？这120卡是最大的，这个就能够煮饭。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。我就说刚刚还在跟你聊了两句，怎么我转身过来你们都在吃饭了。发热包做饭多长时间？大概40来分钟。啊，三半个钟头。哦，半个小时就可以经过吃饭了。那别累的不管了。挺好挺好挺好，好东西。上面蒸两个蛋，双鸡蛋嘛，都蒸的好。哦，蒸两个蛋都蒸的好。对对对。它是发热啥烫的很香。这好东西。我加一点。你赶快吃，打扰你吃饭了。没有。哎呀。